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强评估，我是大熊。最近在网络上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测试拜金女，我非常气愤。我在想，难道这个世界上的话就没有拜金男吗？今天我将开着身后这辆保时捷去测试，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拜金男。Let's go。哎，帅哥，到什么地方？你上来吧，我顺路把你送过去。算了，我等公交车。那你上来吧，那个我又不是你费，你直接你上来，我把你送过去啊。啊，走吧。好吧。啊，走吧。嗯，来吧来吧来来。在下雨了，那个我看见你一个怎么那个，我说把你送过去。谢谢。嗯，没事。干嘛？哎，帅哥，你身材那个不错啊，我看样子那个你那个下面很舒服吧？有病吧你？这里有不叫有钱，你看那个就是三号能让我玩一会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就是玩一下。不行，这样来肯定不行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三号我们一起舒服一下呗。不行，这个绝对不行。就舒服一下嘛，那个就是你如果说你嫌钱少的话，那个我再给你加什么什么加。我先跟你说一下我那个背景吧。你知道那个万达广场吗？知道。那个是我父亲开的。就是我家里的话也不缺钱，那个钱嘛随便花。那个今天这个车的话都是给保姆开的，就是我的意思的话，你稍后如果说你让我舒服了，我再给你转。你有钱来不及吗？啊，你稍后你让我舒服之后，我再给你转2万，行吗？啊？你考虑一下吧。如果说你稍后你让我舒服了，我再给你转2万，2万块钱对于我来说是小事情。那你觉得小事情，你要多转2万？就2万，那个因为那个第一次吧，具体的话到底你舒不舒服，那个我也不知道。如果说你实在那个太舒服了的话，那个我给你转3万都可以，这个钱不是问题，行吗？那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呀？这的话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找一个那个就是树林吧，然后在树林里面吧，然后我们可能只玩一会儿就行了，行吗？要多久啊？大概就是10来分钟吧。如果是行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做呗。可以啊。行，那好的，那你先把这5000收下吧。来。哎，那个你身材不错啊。是吗？啊，对啊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别说这么恶心的好不好？啊，我真的喜欢你。稍后让我舒服一下。走吧。嗯。外面别乱摸。你稍后你要叫我控制嘛。这里那个我绳子都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就是那个你自己套吧，那个你太高了，你是不是那个和女人做爱就要长高啊？你可以试一下。我一直都很难得做那个，所以说才这么矮吗？那你可以找个女人试一下。那个我不喜欢女人，对女人没兴趣。啊，这个什么姐啊？来，你来吧。啊，这里。
你看一下，啊，是这样行吗？太行了。哎，你舒服吗？嗯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看一下那个钱啊。你干嘛？妈，你个骗子！他妈的。来啊，钱！操！五千，来。又是你给我捡来了。马上再弄。来啊，来弄啊。过来，你过来啊。嘿嘿。来啊。你过来啊。呵呵呵。来啊。来啊，我走了。来来弄我啊，来啊。来啊。咦，来啊，来弄我啊。哎，小弟崽子，还喜欢钱，来啊。